轻综艺《妈妈你真好看》开录，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。这档节目主要是邀请一些艺人和他们的妈妈，然后一起完成超模梦。提到超模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刘雯。她作为一名模特，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力。这次她加入了这档节目，让不少网友表示十分期待。而刘雯也在某社交平台为这个节目应援，开播在即，相信播出之后收视率不会太低。刘雯作为一名模特，她为人十分低调，参加《妈妈你真好看》之后，也为这档节目增加了不少话题。很多人说刘雯的气质特别好，跟娱乐圈中的艺人不一样。除了刘雯之外，还有一位男模加入了这档综艺节目，他就是胡兵。胡兵刚出道的时候是一名演员，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，不过后期他就转行做了模特。胡兵作为一名模特，获得了国际上的很多大奖，深受大众喜欢。喜欢就订阅呗。